他屁屁，我喜欢捅屁。你对他的屁屁有什么莫名的嗜好？他不好爬、啊，我知道啊。哦，掉下来了，你没力气了，没力气了。哦，你被踩了两下，快死了，快 game over 了。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啊。东风加油哦，你要撑下去啊。喂，爬上去，他太大只了，很难看到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很难发现。最惨的死法不是被他的武器直接命中，然后给牛博吗？东风瑟瑟，我哪有瑟瑟啊？跳上去啊，跳到他的，喂，抓住。他在移动的时候是不是就不能走啊？就是他晃太大的时候你就不能走。反正戳他的那个嘛，小腿啊，一直戳，看来就是戳这里没错。刚刚有痛话哦，他苦蕊啊，有没有？倒了。喂，往上爬，上面是不是有一个平台啊？我知道上去啊。喂，就从旁边啊爬上去，还有腰带。快没时间了，你的气力快不足了。他不让我上去啊。哦，他在晃。哦，上来了，蹲下。蹲下什么？蹲下阿万。哦，蹲下可以补体力，阿万。蹲下是阿万吗？你现在是按什么？按阿万他就蹲下了吗？好了，气力满了，血还没满啊。血还没满，往上爬，上面还有平台。从这里爬上去应该很简单吧，应该不难。来啦，上去了，靠你了。加油啊啊！你要干掉他了。摇得好大力哦。爬上去。加油啊。休息，我觉得你要不要先休息一下，补满了再上。我们快要爬到他的头了。从他背部的毛爬上去，感觉是这样吗？喂，往上爬，呦，要成功了，呦，再往前爬，快到了，我看到闪光的地方了，感觉就是要插那里了，拿起你的剑，不要动，快没体力了。站起来就可以恢复体力，是不是？你要掉下来了。你要重爬。恭喜你啊，加油，再爬、啊、按住啊。其实你可以那个什么，快要掉下来的时候你可以抓住他啦，还可以蓄力耶。你会不会蓄力？他们说可以蓄力，按住蓄力，按住圈圈蓄力啊，按住正方形啊。先拿他的小腿试试，蓄力不要一直按久一点，按一下再按一下吧。有没有？拿起来一下，应该可以蓄力。好了，他已经苦腿了，你不要再硬插他了。再爬山啊、爬山打 boss， 卡住了。看来这次要失败了。滑下来了。按住插他、啊、他们说插三次就行，插三次哪有这么容易啊？哪有这么容易啊？说的比唱的简单。我说了，插三次就好了，赶快插他三次，我们就赢了。就这样子哦，从他屁股爬到那个平台啊，从平台再爬到上面那个平台，然后爬过他的头，那往他的头插三次，我们就打败这一只了。有没有很简单啊？超简单的。说的一嘴好游戏，有没有？加油啊！用力，你快没力了，你要掉下去了！你又摔下去了。你头有点晕哦，你不要一交给我，我就要死了吧？不会啊，满血。他要打过来了。跑！换我操作啦，要集气攻击才会痛，怎么集气呢？集
气，你看有没有？他这样照了他的那一个，刚刚我们一直在擦的那一个小腿。集气攻击就是等一下可以，等一下可以示范之类的。喂、欸，只会说而已，没错啊，说了一嘴好游戏。哎呀，反正我也不会玩，我也是刚玩的。哦，有够难，连靠近都不行啊！抓到了，抓到了，我抓到他的小腿了。哦，他在晃了。哦，不要晃，不要晃啊！擦擦，哦，我省血了。打这么久，你一滴血都没省，我有让他省血了。他回来了，我让他省血，我让他省血了。啊，我让他省血了啦，你没有，我有。跳下去干嘛？哎、欸，我刚才按错键了，我刚才不小心按到叉叉了啦。因为我玩另外一款游戏，叉那个攻击键是叉叉，不是三角形的，所以有点不太习惯。啊，我有让他省血了。很感动，我一跳起来抓，往上爬，爬，他真的很不会爬，对不对？他操控不方便啊，操控不方便，故意设计成这样子吗？没杀，哦，让你倒下来，哦，不要再站着了，赶快枯萎，哦，枯萎呀，枯萎呀，枯萎呀，喂，怎么没抓到？他为什么没抓好？真的操控不方便呢、欸。我抓到了，我要爬上去了。来不及了，来不及吗？哎、欸，他站起来了。哦不不不，快快啊，加油！哎、欸，来得及。哦，快快快快快！喂喂喂喂喂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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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按着 R 按，在这边休息。哦，我爬到这了，好难哦，为什么要搞得这么难？没有办法，我是他停下来不走的时候。为什么第一只都要搞这么难啊？这不是第一只吗？第一只不是要最简单的吗？可能是我们手残吧。好了，我终于爬到这了啦。等他停下来再爬。等他停下来，他现在没有停下来吗？应该会，他等一下应该会停下来。他现在在走动是不是？好啦，我要爬喽。可以爬了吗？可以爬了吗？喂，哇！爬，我努力的往上爬，我爬，哦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摇头，不要摇头晃脑的，我要爬到你的头了，快要没有力了，我快要没有力了，我、擦，哎，没有擦到，我、擦，省血了，省血了，喷血了，喷出黑黑的东西了，我、擦，我再擦，我擦！哎、欸，快没力了，我要赶快回去。在这边，抓住！回复一下，回复一下。哦耶！哦，赶快抓住！再回去擦它。喂，我擦！我擦！有！我擦！有了半条了，半条了，它还喷血了。我擦！喷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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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骂的！我擦！要死了！我们要打赢了！我擦！哎，还有拿起刀吗？没有用！我擦！哦，还剩最后一下！哎，我们要赢了！好感动哦！终于要打赢第一只了！实况一小时才打赢第一只而已。等一下，最后一个怎么没有？他说要集满，要集满哦。喂，这么难哦。喂，集满，插下去了。挂了。终于啊，插死他了。哎。下风下班了，终于打死了。我们实况了一个小时，终于打死第一只。好了，你可以闪了。我要你来干嘛？我要你这个打手干嘛？你根本就没有帮助我。我教你怎么爬上去。我教你怎么爬上去。好了，恭喜谢谢啊，谢谢啊。好了，换我来操作了，我把他赶走了。什么打手嘛，一点屁用都没用。
我们终于打死第一只了。哦。黑色的光，打了一个小时，第一只终于干掉了。我查，查死第一只了。你现在怎样？不明的光晕。喂，要保存吗？好的，是的，好的。插口一，保存记录啊。喂，请勿拔取记忆卡或关闭电源啊。哦，我们终于插死第一只了，真是难透了。打一只就那么辛苦，这个游戏真的没有小王哦，不是没有小王，没有小怪，只有 BOSS 有没有？来了来了，有黑色的光了，黑色的影子把我们带回来了。哟，超难的哦！哎呦，回来了！哦，起来了！哦，插死一只哦，就耗费我诸多心力啊！咚咚咚！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我们终于插死了一只啊！现在要去插第二只，是不是？女主角还是没有起来。他只会躺在这里，不肯起来，就是不肯起来。哎呦，把剑收好了。噔噔，有什么了？有什么东西在摇了吗？所以插完一只就直接回到这里哦。哦，又是光哎。有一个石像爆掉了，一个雕像爆掉了。哦耶，我们解决了第一个雕像，非常好 ，very good。怎么现在光又要跟我们讲话了？下一个对手是谁？在海边的洞穴，他动作迟钝，提起勇气打倒他，都只会讲而已。都你在讲，你为什么不自己去打倒他？为什么要让我这么辛苦？没人性吗？喂，哦，又回来了，其实真的可以拿剑打女主角，你知道？不行，哦吼，他有防御欸，石像有防御，这样子，喂，喂喂，砍不到啦啊，抱歉，砍不到啦，来啦，现在要去哪里？拿取我们的剑，叮，不是这里，喂，这里吗？哦。这里太亮了，这里吗？不是啊，要去哪里？现在要去哪里？喂，光都没有集中啊！光有集中了，这里欸，要去这里，真的还假的？看一下地图，要往这边走，海边的石像。OK， 好，走到这里，呜呼，跳下来了。哦，跳下来有损一点血。呜呼！哎呦呦，跳出来又有动画、哦，什么东西飞出来了？一只鸟。发现与此类似的石碑时，献上你的祈祷吧。什么石碑？哦，这个石碑，它可以令你身体的伤痛及时痊愈。哦，及时痊愈耶，真好啊！我们走，叫马来。呜呜，马嘞！嘿，来哦，马嘞！
马人呢？哎、欸，你从哪里跑来的？太神奇了，